管管吗？教授已经上了4个小时了，考虑过我小脑袋瓜的感受吗？真的绷不住了，幸好有祖国的黑科技，亲爱的翻译官安眼镜，戴上就可以看到双语字幕，老师说英文直接看到中文，不想太高调，可直接用软件统传，实时翻译无延迟，支持100多种语言互译，印度口音你可识别翻译，简直救我大命。